车引擎要换掉，是啊，就是很多一些消耗品都该换，就换个油啊，洗个车就好了啊。哦，不是吗？No, 啊，电瓶换一个啊。No, 哦，好，那我在你前面。那你要站在这里啊，你要一直站在柜台啊。他说太远，他说太远能不能感应不到？你就一直站在那个，就站在那里，就把这个牌子立在他前面。然后我们就坐起来，完美。你要赏车。